咱又放弃瓜地马拉的总统贾迈代来访问台湾，蔡英文总统今日以隆重军礼加以欢迎。贾迈代随后有哪去立法院发表演说，表达收听台湾的决心，有哪搁一届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这届来就是代表这瓜地马拉支持正坚定。以隆重军礼欢迎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访问台湾，这是贾迈代在2019年当选了后再度访台，强调出行就是要展现两国邦谊建设，也支持台湾捍卫主权加参与国际。También quise venir a Taiwán para refrendar uno de los pilares de nuestra política exterior, que es propiciar y defender la soberanía activa,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y la promoción de la paz。过去几年来，贾迈代总统大力支持台湾，增进瓜地马拉和台湾的互动交流。贾迈代也甲局长李维拉访问立法院，这也是立法院继13年再度有国家元首到机场进行演说。因为贾迈代行动不方便，为了体谅贵宾，立法院和贵宾坐车，破例直接开到机场前门口。立法院长游锡堃也颁发国会一定应有奖章给贾迈代。贾迈代在演说表达坚定的挺台，得到全场热烈的鼓声。Mientras otras naciones eligen el interés por encima de la amistad, Guatemala se mantiene firme. Mientras otras naciones manipulan el sentido de lo correcto, Guatemala se mantiene firme.贾迈代批评其他国家因为利益转向，佮表示台湾是独立国家，佮是唯一的中国，反对外国侵略，呼吁终止战争，会继续佮台湾强化经贸合作。在洪都拉斯断交了后，以实际行动为台湾邦谊注入强心针。Viva Taiwán, libre, soberana, independiente。记者张华报道。